他们睡觉，关在笼子，就是他们玩嘛，睡觉也可以。那从小就关着，关着，一定要让习惯，习惯被关着。祝你生日快乐！一定要让习惯。感谢思琪啊，感谢你的兄弟心，感谢。那等他早睡觉。近期我都整理整理我近期的资料，整理整理。然后钓钓鱼，散散心，还一个星期左右啊，主要是玩玩，遛遛狗。然后一个星期或10天以后可以走上正轨啊，该怎么就怎么。有，都没有有。他喜欢戴帽子有，谁说没有？你别双眼好烦，都没有。他比我大好几天呢，大好几个月呢。我也没有了，你看我哪有啊？也没有了，啊，哪有了？也没有了。小花猫啊，小花猫，睡觉不好吗？啊，听话。锻炼身体。哦，今天给他一个大骨头吃。中午就不溜达了，中午还溜啥？没时候，yeah.